我只能说那是女神装，然后呢有口袋，这个颜色啊超级好看的，它是有点像紫色，又有一点点像灰紫灰紫的感觉。来，肩带扣在这里，好，它是可调节的长度，然后拉链在后头，给大家，好不好？然后非常的可爱，是它的口袋非常的深。那有没有看到，其实妞儿穿着感是有空间感的，所以它其实大概也是落在我觉得大 M 到小 L 左右，大家可以测量一下。它小白鞋161完全不落地，距离地面还有2公分，所以呢不要拿去改。但我现在这个感觉就是在更夏天一点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天气气候去做一个你里面到底要搭背心长袖还是短 T 的一个部分哦。好，然后黑色就是瘦，然后肩带一样有很大的range可以调，完全不卡裆，然后垂坠利落的感觉，然后黑色就是瘦到一个不行。在这边有一个拉链可以方便大家穿脱，然后可以穿的range其实都还有，所以它也不算是超级小件，大家不用担心。